为祸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我红尘眼中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我心有莲花座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我度魔也度佛。推荐一个人，道济和尚怎么样？道济，哎，好啊，你这事出的还不错。道济和尚，嘿，这小和尚非同一般，就是他了。嗯，你呀，去拟个密旨，悄悄的送到小和尚那儿去。哎，不能让秦丞相看见，嗯，否则他会吃醋的。好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去吧。皇上，皇上，你待在这比皇宫还皇宫的宫殿里，还犯个什么愁啊？那你知道啥呀？刀兽的牙子肥了。还有你皇上搞不定的事儿呀？你不是向来做事啊都滴水不漏吗？你看这下面演奏的乐师，还有这些仆人，个个都是不会写字的哑巴。就算啊，他们从这里逃了出去，也不会泄露这里的秘密啊。哎呀，没事儿啊，俺说了就不是这个事。能看，能看啊！你看，多好的东西呀、啊！真是盼着有一天，把这些东西全都摆上地面，称雄天下。再好的东西，也不能在这放着，做一辈子地下夫妻呀、啊。是呀、啊。但是你走了，臣妾太孤单了，在这个无声的世界里，连个风声也听不到。美人啊，那金山银山都是恁的，恁还有啥不满意呀、啊？臣妾满意。困了，我睡了，睡了，睡了。道济。
无根之人，都不得无礼。皇上吩咐我托你为他办件事情。这位小哥，是否到门外回避一下？我有要事与道济商量。这是我的房间，我要提醒你啊，一定要尊重他。出去！哎呀，你。好严肃的样子。这是笑话啊，皇上怎么能让和尚去查无字君印呢？他还特别吩咐了，此事万万不能让丞相知道。哎呀，查就查吧，弄这么神秘干嘛呀？道济有所不知啊，见到密旨如同见到帝王，谁都得听你的。哎，这别动手。要这么说，有了他，在灵隐寺里我就是最大了，千真万确。那我得试一试。老师，你居然来找我？你进去干什么？这屋里说来，这么晚你不睡觉吗？哎呀，咋还坐下了？这是。哎，这什么呀？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有了这个，我是不是比你大？哎呀，何止比我大呀！有了他，除了皇上，你比谁都大。啊，我说话好使啊，好使啊，管用啊，管用。那个什么《求子经》什么，我还用念吗？你想念就念，不想念就不念。那皇上要问怎么办？皇上说了，有了这个任务，那个任务就暂停。不行。还得再试试你，你试试什么？你，我命令你趴下。老弟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就知道不好使吧，我得找皇上去，跟皇上说，我们那儿有一大舌头说了，你这玩意儿不好使。好使！哎呀，你行了吧？可以了吧？你这个趴的有点太舒展了吧？啊，这儿起来，啊，起来一点，哥们，哎，起来啊！腰腿腿腿啊，腿腿啊，起来，这起来，屁股撅起来，撅屁股，撅屁股，屁股！你要干什么，张军？快点，快点，你要干什么？再撅一点。哎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张军，你是不是要非礼我？你。学个狗叫，学什么？狗？不学啊！别学！啊！公狗，黑毛的公狗，母狗，母狗，那个柴狗的那个串儿，哎呀，你找别的狗我来不了。哎呀，啥破狗叫什么玩意儿呢？大半夜搁这嗷嗷叫，那么难睡觉。叫！行，你赢了。哎，听着没你们啊？这狗叫的吓人不？那么惨的叫的啊？哎呀，还叫！我的妈！天赐，昨晚有只狗叫了大半宿，你听着没有啊？那家叫的
要不是我实在不想起来，我非出去踹他两脚不可。怕啥呀？我帮你踹呗。我踹你啥呀？杰斯，你打我干啥呀？该打。哎，杰斯，你嗓子怎么哑了？咋整的？夜惊夜的，要你管。明白明白。哎，杰斯，你说那狗叫了大半宿，嗓子是不是也该哑了？哎呀！啥呀？那昨晚那狗咬了还咋的呀？王爷，现在消息有误，险些害了你，请王爷赐死。起来。咱俩之间哪有什么赐死不赐死的？要怪，就怪秦相太老奸巨猾了。坐吧。这次要不是那个道济啊，恐怕咱们三个都……是啊，若不是他，恐怕现在只能暴露身份了。哎，你说这道济，他可真够神的。王爷若得此人相助，一定会事半功倍。现在你可曾知道这个真的无字军营是否还在那秦相府里？秦相这个老家伙诡计多端，就连我们这些跟随他多年的将士，他也不完全信任。府中倒是从没听他提起过这无字军营。县宅啊，县宅，如今这可是紧急情况呀！一旦那秦相用印玺召回兵马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说，现在无论用什么办法，你都要打听出印玺的下落。现在明白。你离我远点，别传染了我。那不行，你放心，我没有肺病，我这是给累的。干什么事累成这个样子？你不知道。这赵地快把我欺负死了，他逼得我学了一晚上的狗叫，我就趴着地上一直学，这狗拉狗的一堆狗，这林毅吃了快成动物园了。少说话吧，少说话，少说话，听着。哎，你真的见着道济手中皇帝要彻查无字军印的密旨了吗？千秋万岁！我亲眼所见，这上面那个戳盖的就是皇，是皇帝，是皇帝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你说这个皇上啊，说的昏庸吧？哎，他居然还能想出让道济来防着我。你说的聪明吧，还真有点不入流的小聪明。哎，那他这么聪明，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密旨。一定要想办法贿赂。贿？怎么贿？先贿上他，怎么贿了？你问我呢？哎呀，应受所见略同啊！行行行，给他回来烧了。有火，有火给他烧了。李鹏，哎，你是说过些日子？这些个鸡蛋鸭蛋就都会变成小鸡和小鸭？那当然了，到时候成群的鸡鸭随你吃。真好啊，要是孵出来之后带这些个鸡跟鸭去给我上坟去啊。啊，为什么？那会儿我都饿死喽。嘿，来把那个白菜给我递过来。哦，那你等我穿上袜子啊。你等会儿洗手去。你以为我愿意碰你这些白菜萝卜的？真是的，我可是个好干净的人，我有洁癖。有洁癖你不洗手？我嫌水脏。哎啊，你昨天说叫了一宿那条狗是广亮啊？对啊。哎，还告诉你，让他干嘛他就得干嘛，而且还不敢反驳。真的？对呀。哎，那让他舔我的脚丫子怎么样？可以啊。
那我再抽他两个大耳瓜子呢。这绝不敢还手。好，把他关在茅厕里边，然后让他读一万遍经，怎么样啊？差一个字都不能出来。太好了。嚯嚯，嗯啊，嚯嘿嚯嚯，嗯啊，你有病啊？我高兴啊，高兴啊。去，他跟你有仇啊？啊，哎，不是，我就是不太喜欢这个人。我劈死他，我砍了他，我剁了他。好了好了，我帮你解了恨了，你怎么谢我？干嘛呀？嘛呀？过来。早就给你备好了。怎么样？香吗？干啥呢？抽你啊！你抽给我看看，你抽给我看看。哎呀，剑四，你撅个屁股跟狗似的，我没认出你来，你看我脸还认不出是我吗？看的是你屁股，我觉得你屁股有点见大。那不超心超的吗？都被你给气的。这剑四，你找啥呢？检查内务。今天不是小值日吗？什么？你说你们这个寝室乱七八糟，是不是让道济给照的？道济不在这屋住。那在哪屋住啊？搬厨房去了。是，我说嘛，乱是乱了点，但是挺干净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挺干净？我保持。不错。多亏我提醒你，道济搬厨房去了吧？搬厨房去。坏了，毕鹏啊！毕鹏咋了？毕鹏这个月的事儿办得怎么样？啊，回禀监寺，已经去要过一回。毕鹏说这个月银子少了一大半。说。毕鹏说这个月银子少了一大半，没凑出咱要的数目，过两天再去要。赵丽，赵丽，肯定是让赵丽的全给吃了，是不是？那也吃不了这么多呀。快，你再去要，你就跟毕鹏说，如果银子不够的话，就让他用他那份来补。他那份才多点儿，多少也是钱呢，长得还嫌少啊！滚去！不是，监四，今天早上我就想问你，你是不是让昨晚那狗给咬了？这咱滋儿哇的，咋回事啊？我跟你说，以后你在我面前别再提狗，你听见没有？别再提狗！明白，监四，以后当您面再不提狗，谁要提狗，谁就是小狗，让他吃狗粮、睡狗窝、学狗叫、拉狗屎、放狗屁。哎，怎么样啊？太棒了！我大宋有岳家军，这灵隐寺还有岳家菜呢。那当然了，你先别动，我先跟你说一下这第一道菜——脱骨猪手。这个猪手好吃难啃，可是我用我们家的秘方秘制而成，先将猪骨剔除，然后在里边加入藕块。哎，我来一块。哎，你别动，我还没说呢。使其形状不变，然后再用小火慢炖，足足两个时辰，待其皮开肉烂之后，入口即化。而且因为里面加了莲藕，所以肥而不腻。就我要不吃，都对不起你这双手啊！手艺。哎，你听我再跟你说一下第二道菜啊，红烧猪三样。语气快点。我得慢慢给你介绍。哎，先将这个三样用红糖和酱油调配腌制，然后将猪心、猪肺、猪大肠用素油爆炒，去除腥气、戾气、骚气，然后再挤入半支的柠檬汁水，使其吃起来补心补肺，还治拉肚子。哎呀，我再不吃我就亏了心了啊！这第三道菜可是个凉菜，叫蒜拌猪头肉，算是个清口吧。不用介绍，这个我会做。哎，等会儿，来，第四道菜就重要了。好，这第四道菜叫清汤猪骨髓。哦，这道菜的关键就在于里边不能放任何的佐料，只能放少许的盐吧。喝的就是那份清纯、淡雅。
嘛？你怎么不给我留点？你看，我是吃过了饭来的啊，待会儿还要去赴宴，现在正在减肥，所以不能吃太多。你吃过饭，你还吃那么快？你太过分了，你是。好了，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你说吧，怎么收拾广亮？道歉，我要跟你说的可不是广亮的事儿，是别的事儿。哎，你瞧你这人，嘿，这折腾半天，怎么又不是广亮的事儿了？那件衣服不是老娘的，是新娘的。新娘的？嗯。你爸爸有一二房？不是，是我的新娘。你的二房？我只有这一个。他不仅爱我，他还爱慕虚荣。爱慕虚荣？啊，这怎么说？他非要来这临安城，我就只有来这灵隐寺做和尚。你说就凭我这点手艺，我养活他，那是问题吗？要说起来呀，这也是一段人间佳话。小两口没有野心，开个小酒馆，日子过得会好幸福。哎，说不定我道济还会常来捧生意呢。你算了吧，就你，哼，哪个餐馆要是摊上你，不是赔本就是倒闭。切，我可告诉你，我要是来呀，可不光是白吃，我还得白喝呢。嗨，可是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。我就不明白了，那他到底想要点什么呀？他背着我，他要来选贵妃。嚯，他也太要强了。咱们这皇上可不像其他的皇上，他只有一位皇后。哎呦，你这个媳妇儿是想当三娘娘啊？这个事儿难度太大了。哎呀，我道济，我求你了，你就让我见见他好不好啊？行不行？有没有办法？你瞧瞧吧。这就是他留给我的那身衣裳，往后啊，见衣如见人。好了，别哭了。这个事儿我管了。哎，真的？啊？那太好了，谢谢。以后像这个饭菜，是不是天天有啊？天天有。我说的是。之前、之中、之后，天天有，必须的。之前、之中、之后，天天都得有。怪不得毕鹏上交的银子越来越少，闹了半天都便宜道济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！好，这事儿交给我了，你就甭管了啊。是师傅。哎，没有问题。哎。盖上点暖和。哎呦，明白啊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洗澡没脱衣服啊？哎，这洗澡还带着白菜呢。谁洗澡了？我游泳去了，我。哦，好，游泳真有个性啊。哎，毕鹏，我问你，你为啥把咱们的银子都给道济炒菜买酒喝呀？什么你们的银子？那本来就是昧心的银子。再说了，我给道济炒俩菜怎么了？哎，你什么事儿啊？切。哎，你说咱们从和尚嘴里挤那么点银子容易吗？啊？本来就不应该挤，知道吗？毕鹏，你是不是傻呀你？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呢？啊？怎么了？那里也有你那份儿，还咋的了？我那份给道济了，怎么了？我愿意。你把剩银子给我。没了。哎呀，这怎么该抢了？你这是啥？我告诉你啊，明白，
你和广亮好吃好喝的，和尚们吃糠咽菜的，你把这事儿给我解释清楚。你先给我解释清楚吧，你。怎么了？怎么才这么点儿？有这点就不错了，要没我，你连这点都没有。啥过来？哎！行，毕鹏，你等着啊，你等着，我告诉监四的，看他怎么收拾你。你去。去！老实点，你啊！你等着。记住了啊，以后洗澡脱衣服。云远，云远，来了，我家啥呢？不知道。你跟我开玩笑？没开玩笑。我家啥呢？真没开玩笑，真不知道。真不知道？啊，不知道。找啊！快找来！快！问你有没有？我家啥？快这边，有没有家啥呢？我家啥呢？我家啥呀？没有。师傅，别哭，师傅，我就500两。哎呀！哎呀！我这家伙是镶了金丝儿啊！这金丝儿可以给我五万两，我就买了。哎呀，师傅，按摩的弟子也会呀、啊，给你按摩、舒筋活络，我都行。您今儿袈裟一件，
棒银四百两。这谁的？谁的？哎呀，快让开点，快让开，让开，多人呢。我操你个老舅！监四前辈，当票撕破了就绝当了。什么是绝当？绝当就是再也赎不回来了。赶快处理一下，快处理一下。明白。哎，这站好了。我问你们啊，谁吃了熊心豹子胆，敢把监四价值500两银子的袈裟拿去给当了？啊！哪儿都当！说什么玩意儿？爷爷，我又咋的了？你弄个死你吗？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，你那什么啊？那个，赶快，你们几个人把这个门板卸下来，抬到账部去。我把我那个500。啊，没事，干活。其他人别出去，我记得你去，赶紧稳当点啊！真急，待会儿我停就停，我走就走，好不好？然后我跟你们说，这次出来得低调，好不好？有点精神都在，腰板挺直了。是，老百姓都看着。这是要去往何处啊？啊，那个刚吃完饭，摆不走，出来溜溜弯儿。这门如此眼熟啊！哎呀，施主好眼力啊！这正是我们灵隐寺的山门呐！抬着门还闭不上你的嘴巴，抬着门出来溜达，见四雅兴，好雅兴啊！不是，这山门也怪不容易的，我抬着出来透口气，长长见识。那为什么只有一扇，另一扇呢？另一扇就不用抬了吗？等回去以后，这一扇讲给那一扇听嘛。灵隐寺果然有灵气，门都会说话。施主有所不知啊，我们灵隐寺的山门是一对儿。抬母的出来转一圈，母的回去给公的讲，能不能闭嘴？能不能闭上你的嘴？我这不是顺着你的话打圆场吗？你打圆了吗？你？没事啊，走，快点走，没事，该上班上班啊！哎，太好了，施主啊，回电，施主啊，多行善啊，来世当方丈，普度众生。稍微让一下，你说啊，让一下就行了啊！快，快点！行，就搁那儿。慢点，立起来！林姐啊，快，进去问问，要不然找个人出来看看。是。哎呀，行了，别看了，今天不念经啊，都算了吧。你们几个站好了，注意寺庙形象。来，看看。本店不收门板上的当票，你们还是想办法把它给撕下来吧。这咋撕啊？这呀，你撕一个我看看。和尚，对不住了，是你们当的，不是我当的。是我的袈裟，不是我当的，明白不？你一个监寺做袈裟干嘛？你这不废话？监寺做袈裟，那肯定是想当方丈呗。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儿，你那个什么，哎呀，一句话，袈裟你给不给？对不起，没这个权利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还想不想做买卖了？我今天来我就是要袈裟的，你知道吗？行，我跟你说不着，把你们老板叫来。不是，你上级，你领导。好吧。老板娘在不在？哎，这不怎么了？抬着门板来换袈裟。哎呦，这是灵隐寺广亮大和尚。哎呀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，也不知道哪个混蛋把我们监寺的袈裟给偷出来当了，那不当票还在这儿呢吗？赶紧把袈裟还给我们吧。这个不好办呐。哎，这么的吧，你把这门留下，这不就完了吗？门怎么能留下呢？佛门哪能一日无主啊？寺庙不能一日没门。那我就没办法了，我也没办法跟当户交代啊。你是赎当可以，当票收回。银子拿来，袈裟给您，对吧？咱得按规矩办。什么？你还要银子？啊，对呀，这明明白白写的清楚，袈裟一件，当银400。400两，对吧？不是你们这不是讹账吗？那怎么能要400两？我说你怎么说话呢？这是啊？人家说的对，咱们想把袈裟要回来，可不就得给人家银子吗？偷你袈裟那个。把袈裟拿出来，拿到他这儿当了400两银子，咱想拿回袈裟，可不就得给人家400两银子吗？这账对，算那么清楚呢？我明白这个。那你搁这儿上班呗？哎，我说和尚，我有个办法，你雇一个木匠，把贴着门上的当票，还有这个木头，一起给他抽出来。
行，回城的夜吧。扣，扣。能不想待呀？哎呀哎呀哎呀！四百两，又花了我四百两。哎呀，恭喜金四，您的袈裟现在价值八百两，升值了。明远呢？嗯，能不能让我把你嘴给缝上？你能不能让我把你，能不能让我把你嘴给缝上？能不能？不是，你过来，给我过来。剑四，你听我说，你要是把我嘴封起来了，谁管你叫方丈？哦，也是哈。我必须得查出来，我必须查出来这事儿是谁办的，我得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哎呀，剑四，这家跟开个窗户似的，看着挺敞亮啊。敞你个头啊！你就不能动你那脑瓜想一想吗？这山坡上开个破洞，这家伙的这又不卖票，干什么玩意儿？让小辉知道了，不是又得骂我呀？你都笑笑什么笑？赶快帮我想想办法，该怎么办？不是监视，你知道我最怕动脑子，你让我动脑子，你还不如杀了我。你说，就你们这一个个，我还是指你们干什么啊？什么事都能靠我自己，太孤单了。明白，明白。你明白什么？明白啊。和尚的孤单，你明白吗？寻寻觅觅。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，就是孤单啊，就是不让老叽叽喳喳的，是这意思不？五十万呢？哎，我有。有主意了。哎，哎呀，不敢卖了。小二，哎哥，那儿，哎哥哥，装十坛酒。这么小的葫芦，最多装一坛酒。和尚，你还是在这里喝足了吧，免得带回去啊，被人发现你偷喝酒。这葫芦能装二十坛，不信你试。哎，你不好好拜佛念经，就会吹牛。你先把银两结了，我再与你装酒。这是我挂账的银票，我也不跟你细算了。你保证我每天吃好喝好就行。哎，四百两。哎，对了，这贵司的道济师傅倒是很与众不同嘛。观音菩萨还特地对圣上说，让道济师傅念求子经，帮圣上求亲子嗣，相当于颁给了道济师傅一块免死金牌啊。道济这个人吧。厉害倒是厉害，不是整天疯疯癫癫的，调皮捣蛋倒是在行。哎，道济，背后说人坏话，下辈子是要变炖猪肉的哟。坐，哎，王爷坐。哎呀，转，哎，您坐吧，坐，您坐吧，坐，我有洁癖。哎呀，这丞相和福王造个假印出来诬陷我，这说明那个真印还在他们手上呀。信王殿下所言极是啊。王爷，舒爷爷拿不到真印，就无法高位我爹的在天之灵。清雪在这儿求二位了，只要能拿到真印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真的？真的。
做什么东西啊？道济啊。干什么？热。我是这么认为的，这么大的姑娘，说话要留神，不能逮什么许什么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求己不如求道济。方丈，这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你说这么多干嘛？先安慰一下嘛，是吧？清雪姑娘，你先不要着急，不瞒各位，本王已经派了一个心腹入住那秦相府。好，印玺很有可能就在秦相府，因那假印为秦相所制。我兄福王虽然急于当上太子，但是他人心思简单，应该想不出如此歹毒的计谋。那老贼一定是借印玺的神力想谋权篡位。方丈，道济师傅，如果不及时阻止的话，恐怕又是一场血雨腥风。可经历了此番事件，那秦相更是百般警惕了，咱们想拿回印玺恐怕没那么容易。嗯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找印是太难了，就应该让印自己跑出来。怎么跑出来？笨。到手的鸭子都飞走了。国王殿下，您就别愁了。您看，这只鸭子飞不了，我都给您夹好了。哎呀，不这，滚！下！是，烦死了！哎呀，国王殿下不必如此焦虑啊，反正又没失去什么。此路不通，我们另辟他径。啊，一边一个。剑四，这两幅贴上保准万无一失。你这主意太高了。他抄我啊？太行了。我就不明白，你说到底能是谁抄过来的？剑四，要咱们赌一把咋样？什么赌啊？你看吧。干什么？干啥？你看，这现在是不是一人没有？谁要是第一个出现在咱们的视线里，谁就是小偷。你这赌法挺新鲜的，试试呗。试试吗？试一试。你出来，出来。怎么了？出来。怎么了？出来。那是脚偷吗？那是信王。那第二个是。第二个那是方丈自个儿偷自个儿啊。第三个准是。那丫头片子能是小偷？后边肯定是。你那智商都干什么玩意儿了？来了，快走！我要再行，你都得被你害死。这真来了，你看，快走，快点走，快点。王爷，就拜托你了。哎，对了，方丈、道济，那本王先告辞了。王爷告辞。王爷，我送送你吧。这送什么送去？一大老爷们儿，这还有人劫色吗？那我也去啊！哎，我送我。道济，你在这照顾方丈就好，我送送就回。不，道济啊，你就不必多劳了，清雪姑娘一个人送我就可以了。别，你送他，谁送你回来？是不是？你这道儿远，我不放心。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我又不会出什么事儿。